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一起学习老法师1994年宣讲的《无量寿经》。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7集，我们一起学习研讨希望呢，就师长所教导的，我们可以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当中，修行要有受用嘛。很重要的关键是解行相应，解行相知，我们的心境才能往上提升。有解无行那就长浮华成何忍？有行无解呢？就任己见昧理真。好，那我们上一次就佛的10个德号进行学习，讲到这个善事，事是清净寂灭，所以善事呢，是不住涅槃，不住生死。六道凡夫是住生死，妄念相续不断。小乘人住涅槃，他自己清净寂灭了，但是不主动度众生。我们学的是大乘佛法。那我们就要在境界当中即相离相即相我们现在面对的伦常关系5轮的因缘本分即相，在这个相中又能够离相那代表自己的心。清净，不装他人的过失，不装他人的成见。我们假如装他人的过失成见，那很可能对方做个什么事我们就抓着这个机会。就开始批评了，开始指责了，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心上没有人家的过失，这个才是清净寂灭，所以时时要练心上，不要落印象，不要装别人的不是。哎，我们这几天有没有发脾气有发的话，那就注意了。我们学习过善事，吉相离相代表这个心里面确实装了不少东西比方说，看到先生哪一个动作我们马上心里冒起来，又来了。其实我们起个念头说人家又来了，是因为我们装了人家很多过去的事了，我们才会冒一个又来了。我跟你讲多少次了？我们讲一次、讲2次都放在心上，
做了就做了，坐而无坐啊，心地才能清净啊。坐而有坐啊，就会求人家看到，求人家肯定，求人家回报，这个都心地啊有负担了。修行啊，心静佛土静了，我们的心啊要越来越不要装这些成见落印象，不要装这些贪嗔痴慢的分别之种，所以这个即相离相啊，真的是练功夫啊。当然这个功夫啊不是一天练成的，但是我们知道啊一定要往这个方向来提升，在境界当中啊越练越清净，不去染污，世间解，世间无论是理事体用佛啊没有一样不明了解是明了，样样能够通达，师长讲经的时候有提到修行的人面对境界要清楚，我们面对境界不清楚，会说错话，该讲的时候不讲，对不起人了，可语言而不语之言，失人，不当讲又讲，不可语言而语之言，失言，讲错话了。交浅不可言深呢，第一次见面就说我这个人很直哦，直心是道场啊，就给人家提很多意见了，这个就可能就失言了。那当然不是说第一次见面就不能提醒对方的问题，这个是活的，不是死的，他的实质是什么？是他对你的信任到哪？有时候你都认识他两年了，但从他的眼神看出来他不够信任自己。有些人第一次见面他那个眼神就你说什么他都听，真的有遇过第一次见面说什么他都听了，确实有这种缘，不多但是有，那假如这个缘刚好出现了，那我们又有助了。陈德法师说，第一次绝对不能劝人家，清净心一法不利了，有一法了，第一次不能提醒人家，你不能在事项上学，你要贯通那个义理，那个义理就是信任不够，不可以提醒人家。君子信而后见，这是《论语》的教诲。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还没有信任我们，我们就指出人家的问题，可能他会感觉，你是不是看他不顺眼了？
是不是在毁谤他？啊，陈德真的就遇过了，啊，刚好在补习班补习呀，啊，那师父说要广结善缘，啊，因为补习班，啊，每一次进教室啊是排队进去的，每天坐的位置都不一样，啊，所以我坐下来了，啊，啊，因为都是提早排队呀，啊，那。哎，有位置了，那就先离开了。后来坐在那，哎，左右的人不认识啊，我就左边放一张阿弥陀佛，右边放一张阿弥陀佛。因为当时候一开始学佛，听老和尚说的，哎，你在你车子后面呢，要贴南无阿弥陀佛。他所有。你开车啊，在你后面的人，你看，他心里就看着这个字，心里就念了这一句佛号了。这是四相啊！啊，车子后面贴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四中啊有理呀、啊，理是什么？抓住一切机会。啊，给众生种这个金刚种子，种善根啊，能从这一件事拉回来这个义理，这个心境，那他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哦，那我们啊，一些万德洪名就可以放在家里啊，很明显的地方，亲戚朋友一进来就看到，就念一遍。包含在延伸，抓住一切机会，把净土法门介绍给众生。哎，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呢？那陈德记得有一次啊，在朋友家呢刻光碟啊，那个时候光碟不多啊，然后刻啊，就可以送给有缘的同修啊，结果。我自己没有这个朋友家有啊，我到他们家去刻光碟，结果他刚好有事啊，就出门去了。我在那刻光碟，突然有人敲门了，一打开来，我是这个残障学校的工作人员呢，来募款。那见到就是有缘呢，而且这都是很可怜的孩子，我们也尽一点心意，结果他就拿出这个捐款的本子，我说我们捐款了，留一个名字，你看，他就啪啪啪翻了几页给我看，我说你看都有签名，就在他啪啪啪翻了几页当中啊。我看到有人写妙音，我就拿过来一签，妙音。他一看，哎，你怎么也写妙音啊？因为前面有人写啊，我们又写，他就好奇了。我说啊，这个是有典故的。有一部经啊，叫《无量寿经》。学这部经的人呢、同名妙音如来。以后成佛都叫妙音。那这一部经啊，就是叙述阿弥陀佛从因地怎么修行，最后怎么成佛，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就给他介绍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无量寿经》
送给他了。所以师长讲的每件事，我们能不能体会那种心，体会那个义理，再把它举一反三呢，用出来。哪怕我们是听道理，我们能不能从这个义理啊，又延伸到方方面面的事项？比方礼敬诸佛。那我们自己会不会思维？哪些要礼敬呢？经典的义理有时候也是自己要善思维。又有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这个善思维就善学了。像我们课程当中举的很多次这一句了。为学第一功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心不安定了，你听再多的经啊，入不了心，消化不了，囫囵吞枣的消化不了。那这又是一个义理啊！要降得浮躁之气定了，理事不恶。那善学的人他就会思维了，我要在哪些地方呢，降服我浮躁的心？那他就把这个理啊，就跟他整个生活事项连接起来了。走路不能急，说话不能急，做事不能急，连考虑事情都不能着急，他就有受用处了，理事啊结合起来，那讲到这个世间解。之前呢，也跟大家常常谈到，印光祖师讲的，释迦牟尼佛所说啊，一切经，从理上讲，不离心性恶智；从事上呢，不离因果恶智。祖师这样的法语不容易听到了。49年所说一切经哦，理上不离因果，不离心性恶智，事上不出因果恶智。所以我们懂得啊，抓住这个纲领了，你面对世间一切事啊，你就不会糊里糊涂的了，就不会啊搞不清楚状况了。佛门常说啊，万法因缘所生，这句话大家熟悉吧？那对了，我们今天面对任何一个境界，它都是因缘所生。缘就是客观的条件呢。多少缘做多少事啊，多少缘说多少话，你看不都是因缘吗？我们自己在境界当中对因缘清楚，那就不迷惑了。
所有世间的事，通通不离因缘果啊，你就不是迷迷糊糊在面对事了。当然啊、哦，假如今天你真的遇到一件事，自己还是稀里糊涂的，那这个事呢，又能公开探讨。啊，其实要公开探讨不难，啊，只要把人的名字换掉，啊，事情呢稍微包装一下，啊，不要让当事人一听，哎，你怎么可以出卖我啊？不要这样就好了。哦，那这样事情具体来探讨啊，可能我们更具象的可以去体会。其实啊，现在的人呢，对理的领悟度啊比较弱。啊，这个不是怪谁的意思，这个也是万法因缘生。啊，我们都不是从小在大家庭里面成长，大家庭的人事锻炼非常多，他要懂得观察，他要懂得体悟，不然那么多人在一起，常常做错事情。现在小家庭没有这个锻炼，甚至于爸爸也得顺我，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得顺我，那他就更不能去体会他人的心了。哦，所以以前的大家庭呢，有这样的锻炼。那现在呢，我们也懂得一切都不离因缘果。懂得用心的人呢，你可能历练3个月、6个月。你的领悟啊，超过人家锻炼10年、20年。最重要的是，善用自己的真心去体会、去学习、去观察。用心的人，教1年、教2年的领悟，可能超过人家教1辈子。念结缘融啊，有的人一念超过人家修1劫，这个要看呢，他遇到的是缘解的老师，缘解缘修的善知识，那是我们很大的福报了，我们跟着学，我们又能够善，又相信没有怀疑，师父领进门呢，修行靠个人，我们善于去思维，去体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听老法师讲经的时候，觉得，哎呀，听得真是痛快，那个就是很圆融的开解。有时候还拍案叫绝啊！我记得听老和尚开解念佛，这个念字怎么写啊？金心呢、心上真有佛你心上真有佛了，你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解得非常的圆融。那老法师啊，下面补了一句话几个人懂啊？那我们听完这一句，几个人懂啊？那问问自己，懂了没有啊？黄念祖老居士有说
缘解的人修一天，超过不能缘解的人修一劫呀。缘解缘修啊，成就快啊。好，所以刚刚我们提到了，万法因缘所生。那你没有一个人不是因缘所生，没有哪件事不是因缘所生，没有哪个物不是因缘所生。你看一切人事物，你就不会稀里糊涂的了。哎，又有另外一句话讲，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理上不离心性二字。一切法唯心所现，唯事所变，都是他的心在起作用。像一个孩子，很过动，原因出在哪？他还那么小啊，很可能原因呢？他是他父母的依报啊，随着正报转，所以父母的心呢也不安定，浮躁，造成这个孩子现在过动。这一切法都从心想生，所以你看一切事，不离心性，不离因缘果。越看体会越深了，你在境界当中就不糊涂，就知道怎么应对进退，知道问题出在哪，又知道主办圆融啊，这个事情呢，主要的影响是谁？那我自己呢，是配角，我不是主角。配角应该怎么拿捏分寸？这个都要在境界当中清楚啊。所以世间解，对世间，无论呢理事体相，这个都能明了。俗话讲的八面玲珑，懂得看因缘果，体相用，其实那个体就是心性，心在何处啊？心就会表现在行为啊，表现在相上啊，而且每一个相就会有它的作用啊。念念为人想的言行是相啊，作用呢，让人家感觉很温暖啊，这就是它的作用啊。很刻薄，这个心刻薄了，言行表现出来了，给人什么作用呢？给人很大的压力呀，这就是它的作用了。体相用，理事啊，有理有事啊，从这八面看事，在掌握事情的情况，比方说到这里，有没有哪一个同修，你觉得哎呀，我现在看这件事，真的看得一个头两个大，
可以提出来啊，我们一起探讨探讨，因为我们这个是研习班呢、啊，我们把老和尚这个京剧拿出来探讨啊，啊，你要探讨，你才理解的深呐、啊，不然哇，听经听了1年2年了，听了3年5年了，一遇到境界，老和尚一句也提不起来。那代表听的领会不深嘛？领会的深，你任何时候都体会的提得起来了，体会的太浅了，一遇到境界又紧张了，一句也提不起来了。所以研讨啊，如切如磋啊，还是有必要的啊。哦，哎，不只是师父的经教啊，提出来研讨啊。你实际遇到的事可以探讨啊，好，大家也别紧张哦。哎呀，我现在一件也想不起来，哦，没关系啊，你有想起来了啊，把它记一下，啊，下一节课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探讨啊，都不要紧张哦，哎，放轻松。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我们现在线上，不多啊，几十个同参道友，大家一起来探讨。哦，那可能有人看转播，心里很难受了。哦，就他们可以探讨，我们不能探讨。哦，那我们看转播的同修，哎，可以写下来啊。那我们再一起来探讨。最近跟我们汉学院的同学们一起研讨群书之要。那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礼拜三、礼拜五也一起研讨群书之要。因为群书之要是观世音菩萨。要学呀、啊！大乘佛法是慈悲为本啊，慈悲的代表观世音菩萨，要学啊，寻声救苦。现在这个时代，不闻正法的人呢，心有千千结呀、啊，这个结不打开啊。他身心的烦恼越积越厚，积到最后啊，缓不过来都有啊。所以身心的病啊，越快治越好治，拖越久啊，积重难返。中医讲病入膏肓啊，就不好治了。所以现在帮人解决身心问题啊，跟救火一样啊，十万火急呀、啊！你晚一天，有可能对方念头转不过来，想不开了啊！这个确实都有同修分享到朋友跟他说：“哎呀，我最近。”很多烦恼，赶快要光碟拿来给我看。结果这个朋友忙的忘了，结果就听到啊，他这个朋友自杀了。你说他也遗憾终生了。什么时候自己的亲戚朋友会遇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难讲。其实啊，我们假如真的很用心啊，去关怀他人，念念为他人想，
有锻炼这样的心境，很容易就察觉，哎，孩子心里有事，因为从他的脸上就看到了，相由心生。啊，昨天在一条龙的课程，陈德有讲到一个公案，我到一个国家去要讲课，一上车，那开车的同修就说了：“哎呀，我有一个邻居的小孩啊，19岁啊，好可怜哦。他的父母说，他突然自杀了。”自杀也突然了，他的内心不知道扭曲了多长的时间了。结果他的父母的结论是突然自杀了，那代表我们现在那个体恤柔软的心、设身处地的心太弱了。每天都在追求利欲啊，欲令自明，利令自昏，都没有智慧去关照到他人的心呢。所以21世纪啊，最大的威胁忧郁症。19世纪是心脏病，20世纪是癌症。现在21世纪啊，这一件最严重后面师长还提到啊，菩萨自觉觉他啊，跟阿罗汉不一样啊，我们不找他，他会来找我们啊，我们不求他，他会设法让我们去求他。为诸数类做不请之友。我们今天要受持无量寿经，为诸数类做不请之友，一定是我们能念念为他人想，就能体会他的需要，主动去帮忙。我们今天亲戚朋友在想什么，我们都体会不到。他的苦在哪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落实为诸数类做不行之友？哦，那很可能就有人会说了，哎，真的呢，我好像都不知道人家想什么啊，哎，都不知道人家在想什么是结果，原因是什么？哎，同体大悲是我们本来的真心呢。啊，这一句大家认同吧？对呀，是我们本有的真心呢。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呢。啊，我跟阿弥陀佛一样有同体大悲的真心。哎，怎么现在会搞成？别人心里想什么，我都体会不到。啊，这个就是我们太自私了。自私呢，障碍我们本有的同体大悲。啊，只要肯把老和尚16个字用力啊去对治。马上可以，哎，感觉别人的心啊，提升很快，啊，大家可以试试看，你们试了以后要告诉我，你们试的不是这样啊，我就打妄语了，出家人打妄语啊，这因果很重的啊，你们不要害我啊，你们试的时候觉得我讲的不对啊。赶快 feedback 给我，哎。
所以我们学佛啊，信为道源功德母。首先相信啊，我的佛性啊，跟阿弥陀佛平等平等啊，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啊，那这些都是我本有的，但我清楚啊，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啊，那我现在要放下这个妄想执着，尤其先放下这16个字。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哎，就恢复的很快呀、啊，很明显了、那。刚刚跟大家提到我们这个一起学习群书治要，我们提升我们的慈悲心因为群书治要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在身心的烦恼，家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一部书里都有解决的方法。团体呀，尤其我们护持正法的团体，假如我们不知道怎么带组织会有内耗会延伸出人事的问题呀。那我们要去护念众生修行，结果我们自己心都不清净，怎么护啊？办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哦，这个都要学的啊。不是说哦，我发心就好了，就能把团体带好了。不善不足以为政哦，你徒有善心，是不能把政治办好，是不能把团体带好。你要懂得带团体，纲领在哪？纲举目张啊！你要懂得怎么做之君呢？做之君。要以身作则呢，哪些地方要以身作则？要大公无私要纳谏呢，接受别人劝谏的，要知人善任哦，不然你当领导要用人，用错了，这个部门出问题了，这个团体出问题。知人善任，我都有遇过同修跟我说：“法师啊，你可不可以派一个人给我们我派错一个人，影响人家一个地方、一个团体这知人善任是大事不过现在给我要人，确实要派人出去那不能跟人家添乱了。做人做事都要很靠谱的，不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派出去还给人家添乱，这不行的。以前古代你要推荐一个人。你要给人家写上
品学兼优，那要负责任的。哦，到时候因为你写的品学兼优，他当了个县官，结果把人家那个地方治理的出问题了，你要背因果责任的。所以这个做之君不简单呢，要不要学啊？哦，一看群书治要，哇，知人有这么多角度啊，才能把人看清楚啊。当然，大家现在有拿到书也好啊，文字档也好啊，不要等课程啊。有空开卷有益啊，赶紧学习老祖宗的智慧啊！家庭也是团体呀，怎么把家带好啊？真的，我们现在该学的义理啊，太多了。当然，这360句啊，够了。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领，应该都掌握住了。我们好好啊，积极主动的来深入。好。啊，所以不管啊，《无量寿经》的课程啊，还是《群书治要》的课程。我们都可以个案研讨，就事论事，那可能从事当中我们更能把这些理呀，体会得越深越广。一件事里面呢，有好多意义。啊，我们看呢，第七个名号无上士，我们这个民族啊很特别，推崇读书人，大家要了解这个推崇读书人为什么？因为读书人明理呀。明理的人，能帮人家的家庭啊，能帮这个地方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读书人有德行又明理，这个地方一发生什么冲突，我们去找某某先生评评理呀，他很有公信力呀。所以推崇读书人，哎，那请问呢，我们的家庭呢，有没有尊重明理的人，尊重有德行的人？哎，这就是家风了。哦，哎，你回到家里，对着家里人，对着孩子讲。哎呦，今天某某朋友跟我讲的这段话很有道理。哎呀，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哎呀，这样的朋友太难得，我一定要照他给我提醒的，好好去改过。那你当父母有没有展现对明理的人？对读书人、对善知识恭敬，你的孩子就在你潜移默化当中尊重明理的人。哎，他一尊重明理的人呢，他一生呢会遇到很多贵人。
感应啊。啊，人家讲的有道理，他就接受了。哇，这些善知识啊，一看呢、啊，把他当宝啊，爱护他。哎呀，孺子可教也啊！你说真正的善知识，都把哪一件事放在第一位啊？他不把这一件事放在第一位，他就不叫善知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不是想着我们家要有后代啊，那心量不够大了。他想的是整个民族啊，整个人类啊。我们看范仲淹。办学，哪有说只教自己的子弟啊？这一方谁肯学？支持他，帮助他。啊，我们看师长身边也有出现其他民族的。啊，我就接触到啊一位美国。犹太裔，他不懂华文呢，他叫 Michael 啊，哎，他学艺术的，他看到一幅啊，宋朝啊画六祖慧能大师啊劈柴呀，他就看这一幅画。触动他的善根，我一定要到中国读书。他就开始学华文了，突飞猛进，很短的时间，两三年，中文就顶呱呱的。我记得我在香港见到他，他没学几年，我就给他请教啊，你本来不懂华文，为什么那么快？啊，那么短时间，华文学那么好，他对我的问题很认真的回答，看得到他的态度啊，他说，首先呢，是恭敬心，就像啊印光祖师说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听到他有印光大师，差点没有昏倒过去。人家一个没引经据典的，但是他讲的太实在了。他为什么学那么快？恭敬心中求的，所以你不能轻视一个人的善根啊，众生善根不可思议啊。我们。最近德国 有一个同修，顾杰峰，人家学中文、中华文化学的可好了，到了台湾，这悟道法师，哎呀，这么难得的人才，重用他，让他主持节目，寻找观世音，拍了几集呀、啊。有这样的人才都可以利益一个国度啊，利益一方啊，所以老和尚特别爱护啊，常常让他去清净。这个 Michael 啊，你看悟道法师常常护持啊，这个护居士。所以我们跟善知识学什么？心量。目贤当目其心呢、啊？所以一定啊，是把培养好民族，甚至是这个世界栋梁人才摆在第一位。所以今天我们的子弟
啊，尊重啊，明理有道德的人，他一定把这个孩子当宝一样。好，啊，所以每一段教诲啊，拉回来自己的修身，自己的齐家，句句都有受用啊。所以师长老人家说，佛法管用啊，这个我们要善学善体会的啊，调御丈夫，我们随文入馆，哦，佛是调御丈夫啊，能调教，能带领众生走上幸福的大道。不止这一生幸福，了脱生死轮回，生生世世幸福。那我们学佛就要像佛啊！啊，那佛是调御丈夫，那我们也要提升，能够调御众生呢、啊，能够护念身边的亲戚朋友。护佛种性，常死不绝啊！啊，亲戚朋友跟我们有缘，吃上一餐饭，啊，喝几杯茶，聊上天，我们有没有护佛种性，常死不绝？啊，珍惜彼此的因缘。你不同年龄层的亲戚朋友，你一定跟他聊的重点不一样的。啊，这个又是我们后面讲到的了。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泪解。啊，音声。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类见。他的音声，他的声相，都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他能应机呀、啊。那每一个年龄层，你跟他谈的话，怎么会一样？啊，你一设身处地了，啊，我在那个年龄都在思考哪些问题啊？你很快就感同身受了，啊，你还可以啊，现身说法，供养他。好，你说，哎呀，我以前都是反面的，反面的也可以供养，哦，不要像我这样啊，啊，顺便 for example 一个正面的。啊、哦，正面的鼓励他去清净啊！哎，我帮你介绍啊。哦，哦，所以这个调御啊、哦，这里啊讲到一切众生呢、啊。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个理我们明白，但是事相上、啊、要把无始劫的妄想执着、烦恼习气断除，谈何容易啊！这修行的人多啊，了生死的人太少太少。尤其啊，现在这个环境啊，对于啊，真正修行那个障碍啊，比古人不晓得增加了多少个百千万倍啊！哎，
我们听师父这么一讲，自己有没有警觉到？这个菩提道可不简单哦，还要顾念自己不简单哦，顾念他人呢，哎呦，难度增加百千万倍哦。在外在的诱惑啊，都让我们的心得不到清净了，这个都是魔障啊。那么多魔障啊，这成就更难了啊！幸亏我们遇到这个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好处在哪？待业往生呢？这个业妄想执着，不用破，就能出轮回。宇宙间第一等好事啊，佛门第一特奖，就是这个法门。从理上讲呢，你有任何执着，出不了轮回。可是阿弥陀佛有一个最圆满的善巧，就是你可以执持名号，你执着出不了六道轮回，可是你可以执着阿弥陀佛，因为六道里面没有阿弥陀佛。对，你执着阿弥陀佛啊，他的愿力就把你接出去了。这一段真的能体会啊，那对阿弥陀佛的恩德啊，念念不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轮回太恐怖了，轮回太苦了，没有他老人家的愿力，我根本出不了。这个念本师恩就提起来了。刚好啊，我们今天去马六甲陪着小朋友出去寓教于乐，看看古迹呀、了解了解这一个地方啊，你了解这个地方，才懂得感恩这个地方，爱护这个地方。结果看到好喜说船，有的是葡萄牙人的船，有的是荷兰人的船，都曾经被他们占领过。一看到船，大家想到什么？阿弥陀佛的大法船。你看孩子们看到船呢，是不是一个机会点呢？曾经有一个同修发了个早安给我，真的有一条大法船，上面还有善导大师云，你看发个 sticker 哦，都把无上妙法给发出去了。现在大家手上有那一张的，帮我发一下。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他讲到啊，一心信要，一心信，相信不怀疑，要很高兴啊，很想去啊，求愿往生，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上进一行，就是你闻了这个法门呢，你净行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上进一行，下收十念，没有遇到，临终才遇到，只念了十声，没问题，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上进一行，下收十念。成佛愿力，莫不皆往。
成佛的愿力，万修万人去啊，临终十念也是一定往生，因为那是阿弥陀佛的愿。所以这个史蒂可发的好啊，哎，我们就想到啊，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无始劫的业力，你这个业力一起作用，这个生死海就过不去了，这业很重啊。可是啊，这个法门是待业往生的，不管业有多重，就像一颗石头很大、很沉呢、啊，你怎么过海啊？一过就沉下去了。但是只要肯把就像这一颗大石头啊，搬上大法船呢、啊，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把我们拖上了。就安全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印主这个譬喻啊，非常好。所以啊，有这个法门呢、啊，末法业障深重的众生，才有得度的希望啊。师父这么一开解，我们很珍惜，很珍惜。接着呢，怎么去珍惜，怎么下手修行，把人家指导得很具体的。我们就用这个方法，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调心。你要做调御丈夫啊，你首先要自觉，才能觉他啊。你要先护念好自己，才能护念别人啊。贤护等十六正士啊，这个贤护首先要能护自己啊。我们学完这一段了、啊，不能说自己不会护自己的哦。师父领进门哦，看我们肯不肯干哦。用南无阿弥陀佛来调心。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五心，随时在静缘当中啊，调我们的心，跟它相应，不让妄心做主。其实啊，你遇到境界有妄心了、阿弥陀佛一提起来，本来见人家的过了，一阿弥陀佛，就不。不见过了，你才能真诚啊！哇，今天看到什么贪心起来，阿弥陀佛，这个心才能清净啊！今天自私的心起来了，阿弥陀佛，这个心才能慈悲啊！都要用南无阿弥陀佛来调心。用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这五个科目啊，来修正自己日常生活行为，这就是欲引领自己都在道中。最近发的一个早安问候，心中有佛，行中有法。一言一行，随顺经典教诲，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今天遇到一个同修，看他的相貌啊，就可以感觉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那个一干起活来啊，不怕累的人。但是呢，比较直肠子，所以有时候可能呢，那个话，不分场合，可能就出去了，容易发脾气，容易得罪人，他就
提到了，哎呀，我们来做义工啊，但是我常常发脾气呀。不能啊，一做事啊，就陷在事里面，一做事啊，就是本来学佛以前的那个习气去做主。啊，我今天是来做义工，我来护法。那护法首先护自己，我的行，我的一言一行，都有经典指导我。我是为了修行而做事啊，我不是为了做事而做事。哎，人能够啊，在做事当中，哎，我的念头跟经教相不相应？我一言一行相不相应？你在做事当中，你的念头在熏习自己，你的一言一行在熏习自己呀、啊。行中有解，行中有解的人呢，他工作，他会有法喜的。他虽然是工作多啊，身体累啊，心不会累。而且当他真的有时间啊，我10分钟、20分钟啊，没关系，我能读啊，10品、20品《无量寿经》，我一有时间我就读。哦，我不会在那里打烦恼。行中有解的人，一读经一听经，解中有行。哎，他解行啊，很自然的融在一起的。哦，他一听经啊，马上跟自己的这个生活、工作、家庭、团体融在一起。哦，马上呢，越听越有领悟。哎呀，我知道怎么去用了。这种心境啊，有时候听10分钟的收获啊，比人家听2个小时还多呢。啊，我们现在变成做事的时候，经教提不起来。啊，一听经的时候呢，又在想那些事，心都定不下来。哦，所以要练了，行中有解，行中有法，哎，解中有行。好，哦，那啊，我们要调愈自己啊，去进而啊去护念他人，这个就是菩萨道了啊，自行化他。那个丈夫啊，大丈夫啊，世间人不能办的，佛能办，佛是大英雄、大丈夫。世间人最不能办的，放下自己的习气啊！你说这个帝王将相啊，建功立业，可是你叫他改掉喝酒，要他命了；改掉个习气，他做不了。啊，所以有一句俗话说：“战胜别人1000次，不如战胜自己1次。”那我们大丈夫啊，就是能调伏自己的习气啊，本来是退缩的，怎么调伏？勇于承担，别人不敢承担，我敢，
必做世人不能做之事，必为世间不可少之人。啊，这是陈洪模先生的心境哦。现在世间最缺什么人啊？啊，最缺像师父上人这样的善知识啊。我们当他的学生，要效法他。我们都遇到他老人家了，还不效法，那不是自暴自弃吗？哎，古人教给我们的是，你没有遇到这个善知识，你都要有这样的胸怀。啊，孟子说：“待文王而后圣者，凡明也。”啊，懦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心呢。啊，前面没有一个榜样，我都还是有信心，我依照经典，我还是可以成就。啊，孟子当时候学的时候，孔子已经几百年过去了，可是人家孟子还学得那么好，所以孟子这句话人家做到了。前面没有孔子是榜样，都离他几百年了，他对这些教诲不怀疑啊，他学成亚圣。所以我们要发愿，要救中华文化，要救佛教啊！不能眼看着圣教衰败啊，不能看着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意，身是何名，衰残至此，殆不能言，看不下去了。我得直下承担了。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呀？有这样的心啊，那得佛菩萨加持，不可思议了。那成德是做的差很远的，不过有一点呢，给大家一点信心呢。我的中文是最差的。考试都不及格了，哎，好，我们愿意承担一点呢，啊，佛菩萨一加持，好像讲课的时候，一些义理呀，一些京剧呀，它就会浮现出来，所以这个加持的力量很大。做的人太少了，我们肯做，不可思议的感应。哦，所以师长后面也是以他自己现身说法。哎，他一上台，音声不一样了，相貌不一样了。啊，大家假如仔细去观察，啊，老和尚几十年前讲的经那个音声，跟后面讲的真的不一样。音声都在变啊！老和尚刚出家，哇，好瘦啊，比我还瘦啊！哇，你看一弘法，哇，整个脸圆的啊！说到这里就惭愧了，我都50岁了，都看不到圆的迹象啊！啊，但是呢。看不到不能气馁，哦，这种气馁也是一种惯性，啊，学佛要 positive， 不能 negative， 哦 ，negative 也要把它改过来，啊，要积极一点，哎，脸不能圆，不止不能气馁，要把原因找出来，哦，可能太逞强了。太消耗了，可能心量不够大，
相由心生，总得把原因找到。从原因一转，境界就转。他积极面对自己当前的状态。好好检讨这个也是一个修行人一定要建立起来的态度。这个也是群书教教的。经一事，长一智就像刚刚陈德有提到我们线上几十位同修我们可以一起个案探讨突然我就要补一句了看转播的同修也欢迎加入这个就是群书之要教的群书之要里面讲到我们古圣先王治天下就好像一个房子里比方说有100个人99个人都很欢喜有说有笑在角落里有一个人暗自悲伤那我们这个古圣先王一定去关心那个痛苦的就随时能体恤到任何一个人周文王他上任哀此穷独他关心什么人鳏寡孤独的人可怜的人一个老师带一个班会关心那个比较可怜的同学他整个班呢就是仁爱的班风一些有能力聪慧的孩子就开始效法他的老师去帮助其他的同学所以群书之要在哪在我们每一天面对的人事当中群书之要就是生活就是工作就是处事待人接物人人道好须防一人浊脑这个群书之要有增广贤文也有无量寿经就是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我们长期读无量寿经长期听无量寿经我们自己有没有检查检查我现在在处事待人工作当中都会很自然的提起无量寿经的经句来指导我自己要跟人家讲话了和言爱语劝喻策进颜色当和身形当专做事仓促败毁在后知道这一句一提起来不能急不能急每一个境界当自端身当自端心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这句话重不重要这句话前面说什么落潮作善云何第一就是你功德最大是什么你的一言一行身口意眼都是端正你就为人演说啦你说做榜样啦对
什么是第一善？做榜样。一个人，假如以这一段《无量寿经》来提醒自己啊，那他不会乱动念头，他不会乱讲话了，乱做事了。以经典来启动身口意三业，就像我们这里讲的调伏啊，调御丈夫啊，以五行调心，五行以无量寿经的教导啊，来修正日常生活行为，这调御了啊，带领自己，带领一切有缘的亲戚朋友，得到佛法传统文化真实的受用。第九个名号，天人师。我们看到这个师字啊，看到父母这个字啊，我们马上提起来，父母生我，老师教我，没有父母老师哪有我，所以看到天人师很鞭策自己啊，不能让父母白养我，不能让老师白教我啊，没有老师我现在不知道造多少业了，甚至于我还有没有活在世间都是个大问号了。哇，你读着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称着那个佛号，你都可以明显感觉你的正能量就升起来，随文入观啊，这十个佛德号都可以随文入观啊。最后佛是自觉觉他圆满，我们现在要学佛啊，行菩萨道啊，毫无保留啊，帮助有缘的人，你有保留了，那不够彻底啊！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哦，老和尚在《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当中说的，毫无保留帮助他人。这个是菩提道上必考题。这个我考过好几次了，但是这种题目啊，还有深度，还有广度，不要沾沾自喜啊，考过了，明天马上就知道还差很远。志不可满，不能志得意满。真的哦，有时候你在帮一个人啊，你困得要死，结果他那边痛苦的要命，你是睡觉还是帮他？我不是叫大家无缘无故去熬夜帮人，不是这个意思，大家不要领会错了。突然觉得很紧急啊，那你呢？毫无保留帮助他人。我有一次也是遇到，哎呀，真的累得都不行了，都要爬上床去了，要爬上去以前稍微检查一下手机，结果一看，有一个同仁，他的母亲啊弥留了，不省人事了，他很急着要联系我，我一看，说实在的，一看呢，
睡意全无啊！哦，为什么？死生事大。这个同仁能够去到庐江，大学毕业就去了，谁支持啊？没有他妈妈支持，我们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用啊？哇！一听他母亲这个情况啊，哦，赶紧打电话了解状况啊。啊，他说可不可以帮我母亲呢、啊、录一段话？哇，赶紧来录了。你看这么关键的时候啊，佛菩萨同体大悲啊，你有心帮助对方啊，那佛菩萨一加持啊，我们灵感啪啪啪啪出来了。啊，给他录了几分钟的话。就放给他听了。他说他母亲呢，听我给他录的音呢，其中听到有一句，他母亲的眼睛就张开了。啊，哪一句呢？你就把你儿子交给我吧。因为他是当母亲的人啊，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就这个独苗啊，就这个儿子啊。当然了，前面我们首先呢，要随喜他，赞叹他。哎呀，你这么发心啊，把你孩子就捐出来，太感谢你，你这个功德很大啊。其实啊，护念别人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让他提起正念，让他生欢喜心呢。跟他讲，哎呀，你呀、啊，对师父上人100%的信任，你这一生呢遇到他老人家，就是你成佛的机会成熟。世间呢，三苦八苦，你也尝尽了，轮回太苦了，要放下，好好听老和尚的话，听阿弥陀佛的话，念佛求生净土。好，那后来他一听，把儿子交给我了。眼睛张开了，结果两三分钟了就走了，放得下了就好走了。所以我们菩提道上呢，好多关呢，比方自欺一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我们常常啊，容易解释，容易找借口，这个自欺一关很难破，而且还合法掩护非法。所以这一关不简单啊，从自己心源隐微处啊，不去骗自己。像毫无保留帮助他人也是一关。我们呢，关关难过，要关关过。事实上也没那么难，每一关就是考我们把什么摆在第一位。老和尚过关了，因为念念不离孝亲尊师。我们今天把父母老师把众生提起来了，我们还会随顺自己的
五欲六尘吗？啊，还浪费那么多时间跟精力吗？不可能的。所以说实在的，关关难过，九九八十一关。啊，《西游记》讲的也有道理啊。一看到这个数字八十一啊，开始担心了。啊，那个习气又来，不相信自己的习气又现前。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圣妄念则作狂，狂客念则作圣。啊，我们能不断提醒自己，要念本师恩呐，要念父母恩呐，要念师长恩呐。你一直在念这个恩，你遇到境界，首先提起的是父母老师，是众生恩呐，是师祖恩呐。那么多人护持我们啊！我在庐江，那个老人一毛的、一块的拿来布施，在马来西亚也遇到啊，一个老人他的儿女啊，他已经走路不方便了，推着他来了啊！我去见这个老人，我都傻眼了。桌上摆了好多的硬币呀，啊，一叠一叠的。他把他一生所有的积蓄都捐了，一分不剩。他说老和尚办这些教育，他全部80岁的老人，哎，看到这种情境啊，头皮都发麻。我们拿什么去回报这样的老者啊？他用真心呢，我不用真心，对不起他了。《了凡四训》上讲的，你看那个女士捐了2文钱呢、啊，人家住持啊亲自出来啊，你这2文钱是自诚心啊，非老嗔亲忏无以报得啊。哇！我今天有遇到一个老者他有一点积蓄，说全部要捐来弘扬汉学。所以诸位同学，你看，我假如懈怠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了，啊，今生不了道，披毛戴绝环了。所以心上有恩德啊，我们就不容易退转啊，而且这个恩德啊，就是让我们提起知恩报恩，这个心都跟菩提心是相应的。菩提心是修行的主帅啊。我们每一天很有方向，很有目标啊，很有事做。好，最后幕后是世尊呢，能具足这10种德行呢，那就是世间最值得人尊重、尊敬的了。好，那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